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招正社员三名，工作的内容是前厅，工作的地点在千叶县山武郡，工作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8点，然后月给是16000到22万等，日里只需要正常的绘画就可以了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是上午的135的上午11点，246天的下午1点钟，这边是我们会社的电话和地址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。